知道你在想什么。荣耀是什么？我是来抢钱的。要相信圣光。推翻旧主人的时候到了。统治到此为止。我虽然疯癫，还是很注重基本礼仪。又来了。
伊鲁恩的旨意什么呢？他的统治到此为止。基本礼仪。为了伊鲁恩，将你犯的罪了。
推翻旧主人的时候到了。我看见你犯的罪了，一起跳吧。我们谋划已久，现在要